小小，啊，在画画呢。对，终于可以在现场看你画画了。啊，画的什么呀？兔子。我经常看你这个画兔子，而且你这个发微博的时候，那个表情用那个兔子的表情也特别多哈。兔子的表情多哈。嗯，那就是因为你属兔的。是。我记得那个你们结婚的请柬上封面上就是两只兔子哈，依偎在一起，抱着一个心形花束的。对，那个是妍希画的还是你画的？那个是妍希画的。对，我觉得妍希她是大学的时候复修是美术哈。她，我不知道她是主修还是副修。哦，她反正是应该是学过设计吧。对，所以她画画应该也很好啊。她画画好。你们两个有比试一下吗？谁画的好呀？没有，不同。画风，对，你的画风呢？不是，是男人画风，他是女人画风，他画的比较是可爱的。男孩画风是有点粗线条，是不是？是，稍微硬朗一点。对，是。所以刚刚我从这儿角度走过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啊，这是兔子吗？这个兔子好像不是太可爱的一种，我觉得很强壮的兔子啊，这个是。是。小小，我们展示一下给大家哈，对，可以让大家起个名字哈，签个名吧。签。这也很值得纪念的。那像你现在这个拍戏这么忙，一般是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去画画呀？基本上没时间了。哦，我好长时间没画画了。画画是真的是很闲的时候才能。对，画画现在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的时候心血来潮。像美术是你从小就学的吧？美术其实没有太正规的怎么学过，是上了中学以后才开始学习一点。上中学的时候画画是我调戏别人的手段啊。怎么调戏别人啊？就比如说我觉得哪个人长得特别搞笑，然后我就把他画得夸张一点。我说哎，你看像你吧。那他们自己评价怎么样？就是有的开得起玩笑的就是哈哈一乐嘛，然后开不起玩笑的就是非常讨厌我这么做。你欣赏的画家是徐悲鸿？我是因为有一次看过他的一个就是人文类的一个节目吧。哦，就是介绍他的生前的一些事迹啊，或者干什么东西。我是就是被他那个时候的那种精神就是有震撼的。你小的时候有画过马吗？画马有啊。哦，有。徐悲鸿那个邮票最早我爷爷奶奶收集的时候，我就照着那个上面画，就觉得就是人会与生俱来会喜欢某几种动物。就是马对我来说就是其中一种。以后有机会就是真的是有闲暇的时间让你好好画一幅画，你有没有想过最想画什么？我还没想。像那个时候画神雕小画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喜欢那个戏，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冲动所以才画画。可能就是今后在拍到某个戏的时候，又对那个戏或者那个角色很恋恋不舍的情况下，就会画一个。对，就是可能现在画画更多的是跟角色，是因为留恋某个角色或者留恋某个戏才画。是啊，我记得你《神雕小画》里面就是杨过那个幅，当时我觉得那个创意真棒，就是 S 光可以透视到他心里有一枚戒指哈，那创意应该是你的创意吧？对啊。所以当时想出这个创意也得意了好久，是吗？当时对啊，当时想到这个的时候蛮兴奋的，就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上船之前，你还故意这个跟妍希吵了架吗？嗯，他说他要逛街，我说我要陪朋友，不好意思，对，不能陪。他说你在合肥就陪他们，你来了巴黎你还要陪他们。其实我想做严父的，因为我家里边人从小就是我父母都是属于严厉型的，演不了，这能力达不到。我想演一点肤浅一点，然后导演说我不行，让我每天在监视器前面看别人演戏，我就不耐心，我就去了半天我就撤了，反正就对我很不满意，就是说你不会演戏就算了，你还一点虚心的态度都没有。我小时候你看就是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你给我，然后呢你不给我是吧，那我就耍赖啊，我耍赖一次打一次，耍赖一次打一次。就是这个老师就是杨过，他所有的想法他的思维逻辑我都是认同的，他的处事的方式我也是认同的，我就觉得像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7月19日，陈晓和陈妍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很开心作为好友受邀出席了婚礼，现场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印象最深的是陈晓和妍希全程十指紧扣，他们的真情告白更是令所有人动容。就那么几样吧，反正
要的并不多，但是我们想要的那几样，我们就会拼尽全力把它握在手上。所以南希，我想对你说，在今后的日子里边，我会尽最大努力，我去好好的照顾你，好好的爱你。就像每次我上飞机前跟你说的，老婆我爱你一生。上次就去参加你的婚礼，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那个婚礼很梦幻，很唯美，所以也算是你送给妍希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吗？这个算是，因为婚礼其实就是给新娘的一个礼物，有些重要的场合形式是其实是不能少的。其实我感觉我父母的他们的那种感受啊，他们觉得那天的那个中式的有一个环节，有个敬茶的那个环节，他们是特别开心的，就是可能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就会很喜欢那个环节，就是感觉很正式，感觉哦是就是。对，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习俗哈。对对，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因为你们好像是上午都是身边的朋友哈，对，来参加的这种叫接亲仪式。接亲的，这个照片是当时拍的哈。啊，是，而且我觉得那天天气都很成全你们，是因为老天也很帮忙。对呀、啊，我去的时候正好下雨。其实那天就是从早上下雨开始，就是整个心都是悬着的。想想看，我们大概差不多是五六点开始的吧。是四点半左右还下了一场，其实当时就是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就是说雨天也照常，对，雨天也照常在外景，也照常在外景，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该有的仪式得有啊。然后没想到开始前吧，半个小时20分钟就停了，真的没想到。然后我去那边的好多朋友还有宾客都说，都是觉得挺深的。然后我记得说这一点是不是妍希她也特别坚定，就是当时担心下雨的时候，我问她其实会想第二方案。他们有准备第二方案，第二方案就是在室内，就是然后我就问她了，她给我很坚定的回答，她说就下雨也在外头。我还听你有一段话，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你说她这个眼神虽然是淡淡的，但每次都给你特别坚定的感觉。对，就他是一个很有主意很有主见的人吗？有，很有主见的人。这是你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给你这样的印象？对，是的，那个时候刚认识他开始合作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我觉得现在就讲起婚礼的这一幕幕，我觉得现在我都会很感动。有哪几个瞬间是让你特别难忘的？就是我最难忘的就是他坐着小船，我站在台上，我就看着他过来的时候，就是当时有很多担心在里头吧。一个是刚下完雨，雨不是刚停，然后那个船上又滑，然后从那个船上到那个台阶上，那个他穿着那么长的婚纱，我就始终在想别倒啊，稳一点，慢慢来，我就是怕他摔的。像这些细节都有你参与设计吗？其实婚礼更多的细节的东西是妍希在操办。对啊，然后北京这个婚礼的这个场外的我说的那个仪式，这个东西是我设计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比如说等于是给新娘的礼物嘛，所以我也就设计了一下。那船的概念可能就是因为我跟她求婚是在船上嘛，就等于有一个延续、有个延续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是啊，包括这个地点的选择哈，雁西湖就是雁西湖的这个谐音，这个是我也后知后觉的，我在听人家这么说我就啊，还有这个意思。我看现在网上经常那个有一段小视频一直在流传，很多人说这个场景撩拨了很多人的少女心。是我们的摄影师哦，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对，他说你试试看这样，我来给你们抓拍几张，然后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有动图嘛，然后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做起来挺狼狈的，因为慢镜头放起来觉得还比较好看。生活中你是个浪漫的人吗？
不是个浪漫的。可是我觉得你把这个所有的浪漫都在这个从求婚到结婚这个过程中用上了，那得表现出自己的诚意。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自己不浪漫的人都是借口，还是看到你是否遇到、这个、你想不想吧。对，你想不想。所以当时这个求婚的时候也是你早早就在心里有策划的吗？有，那肯定 有策划。之前他跟我说他不老喜欢去欧洲旅游吗？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最喜欢欧洲哪个国家？他说，那我最喜欢是法国的巴黎。我说，你为啥最喜欢巴黎？他说，就是很有爱情的感觉。然后我说，那行吧，那我知道了。然后但是我又没去过巴黎。然后我就让我两个铁哥们，我说你们先去巴黎帮我探探路呗。我觉得这哥们一定也特别铁哈、特别铁。先去那个巴黎探路、探探路。他喜欢有水的地方，那么巴黎最好的有水的地方，那就是那塞纳河了。然后而且塞纳河那里它不会拆迁的、对。过了很久以后还会可以过去再去旅游，然后再去回味一下，也蛮好的。然后我说，那你们就先去帮我看看那边，如果要在河上面求婚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船上了，有没有合适一点的小一点的，然后能够温馨一点的那种船，我们可以在上面能够让我们自己去布置一下。然后我有个同学，他以前在澳洲留学吧，就是可能认识一些就是在欧洲也是华人了、但是就是搞这个婚庆的，做过这个的，反正各方面打听打听，就去帮我探探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蛮有心机的哈，而且真的是这个上船之前你还故意这个跟妍希吵了架吗？嗯，他说他要逛街。我说我要陪朋友，不好意思。对，不能。他说你在合肥就陪他们，你来了巴黎你还要陪他们。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当你把这个戒指呈上来，就是妍希看到这一幕你求婚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感动吧。我记不得他那个时候反应是什么样，是晚上灯光比较昏暗、然后我自己也比较紧张。所以我忘了他什么反应。最后他有说，他说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很诧异，到后来他一看那个船头有一个那个小龙女的雕塑、然后在那个花瓣池里边，他就觉得很感动。陈晓跟陈妍希求婚时，他们刚刚交往了7个月。在此之前，2015年8月27日，他们在微博上公开了恋情，爱就坦荡荡。之后两人索性大大方方秀恩爱。今年的7月5日，陈晓生日那天，他们领证了，并同时公布了陈妍希怀孕的讯息。你觉得结了婚之后跟之前是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界限吗？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界限，感觉到很长一段路中间有几个节点嘛、就是中间的一个点过去。你们两个从恋爱到这个求婚领证哈，包括婚礼，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快的，你自己觉得快吗？我觉得不快啊，我觉得不快。去年的9月29号，就是求完婚以后，就是决定今年我生日的时候领证嘛，7月5号领证嘛。这中间等的过程还觉得挺漫长，感觉怎么老不到7月，老不到七月。当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也是很快做的这样一个决定吗？对啊，因为也差不多，结婚也不算早婚了，现在可以结了，然后碰到对的人了，觉得可以结婚了，就结婚呗。人生规划当中就是有很多，比如说我想结个婚，有个自己的家庭，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拍什么样子的戏，我希望以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这个可能在小时候的时候就会给自己有一个，这个可能都不叫规划了，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对，然后只不过是把小时候的梦想一个一个把它实现这样。但那个小时候有这些梦想，有那种具体的年龄段吗？比如哎，我什么年龄的时候结婚是最好的？哦，那倒没有，小时候倒没有想过多少岁可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没有的时候去想想那些东西，就会觉得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会觉得很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所以人家说这个比如有两种啊，先成家后立业，或者是先立业后成家，对你来说算是同时进行的哈。对，边成家边立。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跟学习一门知识，或者说去演一个角色，这个是一个道理。你必须每一天早上起来化妆，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出宫，然后吃饭，然后收工回来准备台词，第二天再继续，
它不是说你今天到了这个点突然之间就会变化，这个是得每一天积累，每一天积累，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回过头来才会发现，哦，已经开始有变化了，而不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办完婚礼，我第二天我就告诉自己我之前的陈晓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另外一个陈晓，不是这个样子。即将为人父吗？然后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怎样？这个时候心情很平静。嗯，很平静。就像婚礼前人家也老问，就说你紧张吗？你紧张吗？对呀、啊。你什么感觉啊、你恐婚吗？然后你想不想想不想来个单身趴好好玩一下。哎，对，我你没有单身趴吗？我没有单身趴。哦，然后我想我又不留恋单身，我干嘛要单身趴？因为我就是还是那个，我就觉得是要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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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过，你不能去有太多的不切实际的去那种幻想，你必须先把眼前的够好，然后其他想多了也没有用。但是工作的量呢，不会因为结婚了会适当减少吗？当然有会。你像今年的话，我之前没有带他出去玩啊，或者是我现在杀青了以后，肯定要抽时间去那个的。但是就是现在还没选好地方，还是在想，因为婚礼我外婆没有到嘛，没有到肯定还要回去。跟外婆吃个饭，让外婆见一下。你还很喜欢孩子吧？很喜欢。但是很喜欢跟自己有不一样，到时候对肯定是不一样的嘛。我有的时候其实也会想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旁边多了一个人的话，对，会是什么？非常奇妙。那你有想到你做了父亲是那种严父型还是慈父型呢？其实我想做严父的，因为我家里边人从小就是我父母都是属于严厉型的，在我脑海中可能根深蒂固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可能就是比较严肃的。我估计啊，我想是这么想的，可能最后做起来就不可能那么做。我还是比较心软。陈晓和陈妍希的牵手被视为杨过与小龙女最完美的结局，可见《神雕侠侣》与陈晓的意义非同一般。2013年8月30日，新版《神雕侠侣》开机，当时陈晓26岁，在陈晓看来，他与杨过的相遇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你觉得《神雕侠侣》这部戏还给予了你什么？对你的事业上，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吗？就我演杨过这个人吧，我就觉得演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拜了一个老师。对。然后就是这个老师就是杨过，他所有的想法，他的思维逻辑我都是认同的，他的处事的方式我也是认同的，我就觉得像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神交的感觉。对，像拜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是，我记得你讲过一个细节，是真的吗？你说你跟杨过的这个缘分仿佛就像比如你做了一个梦，然后去了一个地方遇到了一个人，这可能就是杨过，他跟你说了一些事儿。当梦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真的在你生活中会有指导性。对，这可能跟入戏啊或者是投入程度可能还不是完全占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缘分的东西。对啊。我之前演杨过之前我没想过要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想过演神雕侠侣，因为以前看的那些影视剧当中，金庸老师的那些著作影视剧当中，我神雕侠侣感觉一般，没有。我更喜欢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然后鹿鼎记我也喜欢。是演了神雕以后，演完了以后，我才觉得咦，杨过不错。哎，那你就对他心的认识，这个心体现在哪儿呢？是他身上的一种精神吧，很多时候是一种他的处事的态度和他的一种精神。他不是普通的大侠。说实话，人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逆境的时候，很少有情况下是很顺的时候。但杨过这个人他基本上就没怎么顺过。对，我觉得他在逆境中这种生存能力很强。生存能力真的蛮强。而且他身上有一份坚持嘛。其实你从小就有武侠梦啊，在那个时候你看你说你喜欢这个天龙八部，是喜欢乔峰吧？他身上哪一点更打动你？乔峰是我觉得是金庸所有的人物里面是最大侠的一个，就基本上就是无敌了，就是一出场就是盖世英雄的那种。但那种呢就很难演。你当时看的是黄日华版吗？乔峰。对啊，黄日华版本。一出场就是盖世英雄，就这个很难，这对演员要求很高。一般的演员我觉得很少能够有那种你一出场就让观众相信你是盖世英雄那种。
但是我觉得演《笑傲江湖》这似乎又开了一个玩笑哈、啊嗯。你当时以为会让你演令狐冲吗？我不喜欢令狐冲，嗯，因为我觉得令狐冲武功不够高。我小时候的想法。对，你是以武功论英雄。是啊，嗯，我小时候就是看，真的是。小时候看武侠片就是看谁武功高，对，嗯，我记得你还说过一个细节，是你当时看那个戏说乾隆嘛，然后觉得郑少秋，比如说有一个画面，他用双手握住那剑，然后手一松开，那血都流出来了，嗯、当时你会觉得特爷们儿，嗯 嗯, 嗯，所以这是当初你小的时候对英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嗯，除了英雄一定要让自己受伤。看到一个能打的我就觉得是英雄，所以当刚才我说到这个演《笑傲江湖》的时候，没有演令狐冲，演林平之，这个还是让你更意料之外的吗？他不是英雄啊。对呀、啊，我就等着那个变身啊、哦、等着变身完了以后我就可以按照东方不败那么演、哦、那不就是英雄了？对，反正他也练葵花宝典是吗？啊，你是这样给自己找到了这个支撑哈、啊？前面就照着可怜演呗、嗯、反正我想反正我会逆袭的，没事，我就等变身啊，等完变身就可以演、嗯、演高手了。其实我是觉得我演的这两部就是金庸老师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就真的是我就觉得一个是林平之，一个杨过，他没有那种很那个怎么说，就是前期做很多功课，自己给自己思想压力很大，然后一方面想着要挑战经典，另外一方面要想着让大家认可，然后要在表演上有什么突破，就根本没想这些。本身的故事太好了，你而且第二你从小就有印象，是你从小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完全是爱好，就是完全是兴趣，就是这个纯兴趣爱好演啊，跟那个怀着某一种比如说要突破自己，要在表演上要让自己进步，要让更多人看到自己在表演上的努力，这是两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演武侠对于我来说是玩儿，嗯，真的是给我一个空间在玩。但是你真的去热爱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把那段时间把自己全投入进去。开心啊，我就觉得本身就是一方面，当然你演出来你要让观众看得也开心，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你创作的这三四个月你要让自己也开心，就是这种开心不是说每天都嘻嘻哈哈那种，就是还是就得有激情。 对, 对，所以当有激情的时候就苦也不算什么了。我现在想想看拍神雕的时候、嗯、真的是我想那个时候怎么扛下来的。对呀、啊、我都不知道、嗯、你要说现在再去来一遍的话，估计、嗯、所以每天工作都是十几个小时吧，基本上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吧，而且你还有打，包括打的时候还有受伤。嗯，对，最后眉毛打开那一下其实自己挺后怕，那是快杀青的时候了吗？快杀青的时候，嗯，剧组人吓坏了，就是嗯，但是这个伤疤你现在还有吗？有啊，是在他正好是打在这个眉毛的里头。哦，我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嗯、那医生说你还真会挑地方，就正好挑在眉毛里头。嗯，现在旁边的眉毛长，因为我眉毛本来浓嘛，嗯，长过来一点可以盖住一点、哦、嗯，就还算是幸运。对、嗯、也算是杨过留给你的一个特殊的纪念方式哈。是 嗯，杨过这个角色对你来说算是一个考试吗？然后考试的这个结果呢，你可以用问心无愧来形容啊。对，就像今年奥运会好多、嗯、对好多选手那样、嗯、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嗯、就是哎呀，我真的我已经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水平，我很满意。因为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嘛，你要说实在不行吧，那我也没招了。演完这个戏的时候是马上能抽离开吗？不可能啊，因为它会影响到很多后面的一些看事情的一些状态，嗯，看人的一些状态都会影响到。因为有些事情自己很容易跟自己纠结，想着哎呀，我要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做啊，还是要为我自己心中的坚持做啊，还是要怎么做啊？后来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平静，就人最怕摇摆了，一摇摆就开始纠结了、嗯、陈晓把对杨过爱的延续通过神雕小画表现出来，这是他拍完神雕侠侣后与曾经一起学画画的小伙伴花了两个月的心血完成的。他用这种方式传达他对角色的理解和态度。自2009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陈晓先后出演了《笑傲江湖》《陆贞传奇》《宫锁沉香》《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近20部影视作品。这些角色的塑造让他对表演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其实你每次杀青完经历过一个角色，你还就是你总有一些
总有一些对这个角色有些看法。其实好多时候留恋倒是次要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你对这个角色的一个看法。有的时候你每次演一个角色，不代表你就很喜欢这个角色，就是很喜欢这个人呢。你比如说陈晓是一个人物角色啊，我演了陈晓了，我不代表我就认可这个陈晓。他这一类型的人的做法和他的处事态度，然后但是你要演他没办法，你必须按照他的这个人物来，但是你同时你自己还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你对这样子的一个人，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还是嫌弃还是憎恶，那么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在画上面。等于这个画不仅仅是一个画，也表现出你的态度，就是表现出对戏里人物的态度，表现出我本人对于这个角色我什么看法。就像我刚才你一下突然之间就是提出那个兔子的话嘛，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那个兔子啊，就是很邪恶的，因为你们觉得兔子长得有点像老鼠，只是因为它的长相是那种可爱的老鼠，那种比较蠢的老鼠，所以大家很喜欢兔子，觉得很可爱，但是我很怕老鼠，所以我每次看到兔子的时候啊，我的第一反应，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很多就是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就学会画兔子，兔子的眼睛要红红的嘛，对，然后觉得很漂亮，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在想，为什么红眼睛人家觉得漂亮，红眼睛不是很恐怖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会觉得它很可爱呢？是什么？后来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都叫 小兔子什么白又白两只耳朵，是不是？是，所以我觉得就先入为主，对，是很重要哈。从你开始拍戏毕业开始算，你觉得这一路走来还算是比较顺吗？我是幸运的，我一直觉得我还蛮顺利的，所以我父母也老跟我说你就是真挺顺的，赶快把自己的身体保重好。你说你要不然你都对不起老天，老天让你那么顺，你自己造他自己把自己搞生病了，你就划不来。比如想演一个什么角色，然后自己去争取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吗？有争取啊，你内心很想演嘛，你有渴望嘛，你就会去争取。就是我争取的比较平静，我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那种，就是龇牙咧嘴的那种，就是争取比较淡定的，然后告诉人家我想要，你给不给？不给了，那算了。我觉得很不淡定啊，我感觉很强势的感觉。不是，就这个态度，是你给不给？给，谢谢，我一定好好把它演好。不给。算了，就是你会去要，当别人不给的时候，你也不会，就是我不会说你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我不会这样。大学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细节吗？那个时候可能《色戒》特别火，然后常丽老师是推荐有一个改编的什么一个剧本，可能也让你去演这个梁朝伟那个易先生那类那样一个角色哈，然后你不要去演，有这样的有这个细节吗？张老师说。我已经把它改编成话剧剧本，他说你就演这个人物，你演这个人物，我觉得挺好，尝试一把。我说我不敢尝试，他说没事，你是锻炼嘛，就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嘛，尝试一下。你不尝试的理由是什么呢？演不了，这四五十岁的那个角色，我怎么就我觉得能力达不到，能力达不到，太深了，我想演一点。肤浅一点，作为演员不就是要演演绎和塑造吗？没有，我是这么想的。搭戏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导演会来看，很多公司的人过来看。你先打一个安全牌。对，我要演一个就是稍微那个普通一点的吧，我可以把它顺利完成。然后人家起码觉得这个小孩怎么看着还行哈，就是没啥大毛病。我一下挑战一个高难度，人家说这演的啥呀？这是。我不就那个了吗？所以当时你可能没有理解到老师的用意，比如你现在了，已经毕业七年了，你再想到当时老师之所以让你演这个角色，你会理解了吗？我觉得常老师在整我。我觉得你是不是挺调皮的，在你们班里啊？因为我跟常老师挺熟的，我看常老师一说起你的时候，有爱也有那种 是吧，很复杂的感觉。他对我可能也有点恨铁不成钢了。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这个跟从小的这个家庭环境特别有关系。我小时候你看就是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你给我，我就要这个东西，其他东西我不要。然后呢，你不给我是吧？那我就耍赖啊，我耍赖一次打一次，耍赖一次打一次，然后最后学聪明了，为了不挨打嘛，你给我，你真不给我算了，我也不耍赖了，耍赖我还要被打。就可能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对，刚才你说到是大戏嘛，就是你是在比如说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也是会有紧张那种状态吗？没有，我挺怕在舞台上表演的。嗯，然后就是我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我就会紧张。后来我跟人家说，就是跟一些后来我们班一些同学搞话剧嘛，跟他们聊，他说就你还是就是上台经验少了，其实你就是经验多了以后，多去锻炼了以后，这种感觉就会消除。因为在学校毕竟上台的机会有限嘛。嗯，那这种心理当时有跟老师聊聊吗？没有，同学也都没有什么交流。没有，那个时候得假装自己不紧张啊，假装自己不紧张。你上台你得假装自己不紧张，但是其实知道自己心里很紧张。包括在舞台上的时候跟观众距离那么近，嗯，他们稍微笑一下啊或者怎么样一下，就会影响到你，瞬间会影响到。那你当时刚走入中戏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定位是，哎，我以后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演员？没有啊，没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意识，也。上学的时候每天不就知道玩吗？嗯、对呀、啊，没往那方面想。所以今年上半年不是有一部电影放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是一个校园题材的戏哈。所以我还在想，就是你在拍这戏的过程中，会有仿佛重新过了一下自己校园生活的感觉吗？我就刻意找那个我上大学那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不修边幅。嗯，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不修边幅，不讲究这个捯饬自己、嗯，我被我们行体老师骂过好几回呢。那不修边幅是因为对自己充分的自信，天生丽质吗？不是懒。上大学那会儿真的是懒。嗯，你上大学在你们班是那种就是校草型吗？我说实话，就是颜值这个词语啊，嗯、是我觉得是这几年才有的。我上学2005年、2006年那个时候没有颜值的，那个时候戏好。Oh. 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崇拜的人就是说，哎，他戏好，他台词好，这种才羡慕。他长得帅，这根本不会有人羡慕你的。而且好像会，不是，最主要是你长得帅，你可能就不意识到颜值的重要性。没有，而且当时，而且可能戏剧学院跟人家不一样吧，戏剧学院可能相对比较传统吧。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一个男生就是长得帅哈，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不会觉得他戏好的哦、嗯、那就像现在嘛，就是偶像演员肯定就不会演戏，不是，而且就不会觉得他以后有前途哦、嗯、就觉得哎，估计就是以后就没戏拍了那种，就反而就是范儿特别足啊，就是台词特别好啊，然后拍小品段子那种特别有想法的那种，反而就是班上男生女生都会比较喜欢。嗯，那你在班里是属于哪一类啊？我跟现在一样，就是有兴趣了我就跟人家排排段，没兴趣了我就翘课就打游戏。嗯，那个时候有点拒绝长大。对，就有点像有点像那个睡上铺里边也有台词、嗯、就是说你们都是拒绝长大的一帮、嗯、那个时候真的是拒绝长大的。其实每天就盼着放假，双休日，国庆节，五一长假，寒假，暑假，盼着放假，但是不盼人毕业、嗯、希望永远都是就过这样的日子挺好、嗯、而且当时老师可能也经常说啊，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有的时候也会这么说的啊。对、嗯、所以会对毕业本身会有一种恐惧感。对，恐惧感、嗯、比如你还记得当初刚走进中戏的时候，嗯，那时候场景是怎么样？还那个感情，那不是，那个印象很深，印象很深、啊、那个比毕业的印象深。嗯，八月中的时候、嗯、然后提前半个月军训，然后我爸送我嘛，然后我也没踩他就是跟班上同学排队啊报名的那种、如果对刚考上中戏的陈晓说一句话，你会对他想说什么？后面的路真是你想都想不到因为陈晓的成名源于几部热播的古装戏，所以一段时间内他被标签为古装男神。近两年他逐渐转变戏路，相继拍摄了《新娘大作战》《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及刚刚完成的《舒克的桃花运》等几部时装戏。从古装到时装，从电视剧到电影，毕业七年，陈晓用一部部作品见证着自己的成长。你也是一个不善于规划的人吗？还是给自己可以做一个短期的规划？可以做短期规划、嗯、短期的规划有多短？半个月，一个月，一个季度。那就比如说五年的这个计划、哦、对你来说就算长的？没有，五年可以发生太多事情、不可能做五年计划、你觉得自己把每一个当下的机会都是把握得很好？也不是，其实自己浪费的很多、就像那个时候刚开始拍
宫锁珠帘那个时候吧，也是刚开始拍戏那会儿，然后导演说我不行，让我每天在监视器前面看别人演戏，我就不耐心，我就去了半天我就撤了，然后后来导致后来导演非常非常严厉的，就是反正就对我很不满意，就是说你不会演戏就算了，你还一点虚心的态度都没有，就是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当然后来跟导演关系又变得很好了，那是因为后来就是在努力的，其实原本当时其实就可以做得很好了，但是就也就等于就是没有把握好当时嘛。所以很多事情一定是你经历过了你才会认识到哎当时的自己的问题所在。那现在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改变，比如说最初演了很多古装剧，那这两年的时候呢也接拍了很多现代的戏，包括也是从电视剧到电影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这种转变对你来说是偶然还是一个必然呢？就是碰到了，就是碰到了，就是碰到了。我那个时候刚拍现代戏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就说你们老说我拍古装，我就多拍几个现代戏，后来现在想想看也没这个必要，爱说啥说啥呗，你没有这个标签你还会有下一个标签。外界对你比较有认可的是智取威虎山里的高波哈，你说你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做减法，做减法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上不该有的习惯给它减掉，不该有的动作减掉，不该有的眼神减掉，不该有的表情减掉，然后在一个大的一个制作里边，你所处在这个角色你的功能是什么，你不要越位，然后不该有的一些花样剪掉。报告203，随时准备战斗。你不吃我也不吃。这样你俩一人一半。人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面孔会遮盖一些东西，把面孔遮上了以后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大家觉得那个是叫演技。那现在呢，就是你接戏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角色会打动到你？这个看演员，看上以后就觉得还不错，就是我从来不想在表演上能不能给我加分的。就是碰到一个角色，就是人家跟你说，就像哎，你接这个能在你表演上有所提升，这个会撕掉你以前的某一个外衣，让人家看到一个新的你。如果我也认同，那我肯定接。那如果我本身我对这个故事我一点没有兴趣，或者说演这个角色我一点信心都没有，那我去演，我不是去毁别人的吗？所以对你来说，这个比如角色只有两种吗？就是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我说实话啊，能遇到不喜欢的角色还是很挺少的，你很少会遇到一个不喜欢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故事，就是我说的哦，因为《笑傲江湖》整个这个故事，所以我不介意在这个好的故事里边去担任一个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反派啊或者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你没有觉得分，比如说不同的阶段我会希望演什么样的角色，心里有一个规划吗？我以前有想过我是不是就是按照一些前辈走的路那样，比如说婚前在你还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你该接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婚后当别人对你的定位你开始是一个有家庭的一个男人，或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你之前会这么想？我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我一边搓头一边在想我是不是也要这么干呢？这么干是不是对我有利？后来一想，哎呀好累啊，不要想了，还是喜欢什么接什么吧。那年龄对表演有什么帮助吗？年龄会给自己一方面会给自己多一点阅历，还有一个是年龄会让你有一种压力，就是这种压力不是说那其他的，不是说怕老了这种压力，对，是吗？这种压力是因为你的年龄在增长，观众对你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嘛，就是大家会觉得哦，你不再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了，那么你现在你如果是一个30多岁或者40多岁的人，那如果你还是演得跟20多岁一样那样子的话，观众就会觉得你不合格，你就要被淘汰。你肯定要努力，要给自己要加。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都一样。想要几个孩子？两个吧。你跟妍希在家里谁说了算？互相商量着来。我以为说是大事你说了算，小事他说了算，然后你家没大事儿，都商量着来。是个疼老婆的人吗？希望自己是。你脾气好吗？好。是吗？是。其实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挺任性的，是吗？因为我看你在微博上，比如说你对什么事不满意，你愿意，你可以是写出来的。我好久没写了。对，你的粉丝昨天在我们那个微博上一直在说，你有多久没割草了？去微博，为什么？就是脾气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什么时候更新微博呀？很快，正在酝酿当中呢。觉得自己哪里最帅？哪里最帅？没有，看自己看得有点不耐烦了。用三个词来形容妍希。善良，然后孝顺，然后认真。你是一个会做家务的人吗？会。家务能力怎么样？就能力一般。但是会做。最喜欢吃什么？最爱吃火锅吧。那你有拿手菜吗？你会做的拿手菜就做鸡汤了。对，煲汤。很厉害。也不是很厉害，就是会做。现在经常会煲吗？这段时间又没有时间了。这是谁问的？有胸肌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有鸡胸。几块腹肌啊？几块腹肌他们知道的。九月份要拍一个戏是吧？是跟丁黑导演第二次合作啊。对。戏名叫那年花开月正圆。对，很多人都很期待这个戏了。然后也问你为这个戏现在做了哪些准备吗？这个戏确实是它也牵涉到很多很多历史事件。就是我要去重新把那一段历史要再读一读。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大的事件发生在清末明初那个时候。这次是跟孙俪合作哈。所以大家也越发的期待。你呢，有期待是不是也有压力吗？有压力。然后会觉得会害怕自己演不好啊，会怕自己再跟丁黑导演合作，怕丁黑导演觉得我没什么长进啊。反正就是还是希望能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祝这个新戏拍摄顺利。 好吧，谢谢。然后跟妍希好好度一个假期。好，谢谢江姐。谢谢。